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瑞德啊。那现在瑞德在老皮的工作室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摄影棚，然后现在正在努力粉刷这个这叫什么背板的，是我们的皮弟。那皮弟好男人，大家都说我们都没有在做事，都是你一个人在做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觉得大家都是子虚乌有，好不好？真的假的？你是不希望我们太操劳，就对了。真的？没有啊。这种甲板哦，很毒啊，就是你们平常会身体不好。这种交给我就好。真的，皮弟好难，而且这种东西是要交给专业的。对啊，我们这些业余的叫我们做，到时候弄得到处都是，还会被老皮骂，这样也是不太好啊。好啦，那为什么皮弟你要漆成这种颜色？你就觉得蓝蓝的感觉很奇怪吗？这是擦挡布。对啊，都漆的一片蓝啊。擦明挡。没有人这样的啦，你这个689抓到了齁。好啦，那皮弟你目前用这个摄影棚花了多久时间？从背板进来到现在上油漆，好像两三天了吧？两三天了。因为最近天气又不好啊，然后又要赶，然后所以就是品质，所以没有就是做的品质没有很细，但是你们到时候拍出来的感觉是有。真的吗？对，就是，因为这个时候的摄影棚是瑞德跟小燕的节目，有时候会用到。对。然后像老皮他们也有他们的节目，也会用到，所以我们很放心的交给皮弟去做。对。所以皮弟你要加油，你真的要加油。老皮有付你薪水吗？